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胡天湖。这是2018年秋天北京市民间组织的一场武术太极推手活动，参加活动的人数众多，有来自北京市的，也有来自全国其他省市地方的。我只截取这次活动的一些片段，与大家一同欣赏和探讨。对于武术，对于推手，无论是武术推手还是太极推手，各个地区、各个门派乃至各个人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。即便是民间的推手规则，各地各公园也不完全一样，这是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。民间的推手规则基本上是以不伤人为准，许多的太极拳武术推手爱好者除了跟本门派的人进行推手切磋之外，也在与其他门派其他武术种类的人进行切磋，以便提高。下面我们来看，在这次推手活动中，一位太极推手爱好者与摔跤运动员的一场比试。穿白上衣的男孩是练习摔跤的，夺得过摔跤冠军，也夺得过 MMA 冠军。他对面的这个大男孩穿黑色保安制服的，像是一个太极推手爱好者，他的力量要显然比这个男孩大多了。他抱住男孩，男孩一下就把他摔倒了，他又起来又跟这个男孩摔。他这回比较谨慎，谨慎又被男孩摔倒了。加油！好，这是第三次。第三次的时候，他更谨慎了。看，被小孩一跛脚给摔倒了。这个太漂亮了。因为在上手之前就已经知道他是专门练摔跤的，只是来体验他这个摔跤的能力。所以这不算犯规，是都知道的，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。黑衣小伙上来就一个绊，把蓝衣小伙勾倒在地，这显然是严重违规的。两边的人也都过来告诉小伙子不能上来使绊，对吧？这个绿上衣的拍着这个黑衣服小伙子告诉他，你这违规了，是严重的犯规。几个人都来告诉这个小伙子不能出手就使绊，毕竟这是民间推手，民间推手一般是不准使绊的。按照竞技推手，竞技太极推手使绊脚也不能抬过膝，而且呢应该是在大家都有准备的情况下，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你最好不能使，这样是违反规矩的。所谓有准备，就是大家都认可竞技规则的情况下来一块玩，对，不能抄腿，不能抱腿，不能脚过膝，这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，没有要求，没有规则，就没法一块玩嘛。而且呢，显然的是不会摔跤的人，不会摔跤招法的这些人，他要吃很大的亏的。这又上来一个比较重量级的来跟他推，就说认可这种规则，他是
黑衣服小伙子大概其是按照竞技规则，比较胖的、比较壮的、大一号的，这个也算是小伙子吧，实际上是中年人了。他还是以推手为主，以太极推手，身上还是很松的。他要比对面黑衣服的摔跤的这个小伙子招法要少，显然他就要吃一点亏。虽然在体重上占先，但在招法上就要吃点亏，他还仍然能够对付这个小伙子，就说明他这个太极的功夫还是比较深的。但也应该看到，他虽然能够把小伙子带起来，甚至把他推出去，但对小伙子威胁并不大，对摔跤的这位小伙子威胁并不大。但是他身上比较松，跟得住小伙子，小伙子也很难拿他怎么办，使不了腕，你带不起来人来，想使绊使不了，因为你转身摔的时候人跟住你了。摔跤小伙子又自使绊，他躲过去了，但总是在防守，他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，最后算是平手吧。因为这毕竟就大家一块交流，大块头了太极男又和一个穿白色上衣的小伙子进行交流。白色的上衣小伙子也属于竞技推手一类的，也是脚下使绊，但是这脚不太高了。两人都在试探，看发力了，但是没有怎么着这个大块头。这大块头他听你听得好，听早就听着他这力了，要往那边走了，他已经注意到了，所以你就发挥不了这个作用。又勾，又没勾住。太极拳讲究的是粘连粘随，就要跟住对方，顺着对方的力来用力，练的就是顺力。有脚下使绊，会脚下使绊的总是比不会的人要显得厉害一些了，要几次使绊都使不上，说明他的太极功夫还是相当高的，能够在他这样的进攻下仍然让他使不上，这已经是很不简单了。因为他毕竟少了很多办法让他勾住头了，这下带起来了，只顾一脚下了，上面没注意到。从这几段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摔跤好手和竞技推手的好手，要与民间的推手来说，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，因为毕竟他脚下使绊，而没有练过竞技推手的人就很容易处于劣势。这是上来一小伙子，看来也是练过比较激烈的竞技推手，他把这个摔跤的白色上衣小伙子给带起来，他是搂着头带起来，他没有使绊，从这情况来看呢，应该是还是属于太极推手，普通的太极推手。如果是竞技推手的话，他要使绊，不完全是摔跤，他的手段还是比白衣服的这位竞技推手的手段要高，这就是普通推手了。两位女士推手，
现在女同志参加推手的人还是比较多的。竞技推手与公园民间推手优势显然是比较大的，竞技推手更适合年轻人进行训练，公园推手自有公园推手的优势，老少皆宜，男女皆宜，安全系数也比较高，是一项很好的群众体育运动。公园推手各个门派有不同的理念，所练习的方法也不完全一样，追求的目标、行拳的理念也不尽相同。有了推手的平台，有利于各个不同门派、不同的练习者进行交流。北京芍药居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，每个星期六的下午3点开始进行交流。北京芍药居是组织的比较好的一个推手平台，在他们的宣传词中有这样的话：芍药居有2000人的微信群进行网上交流，还有 QQ 群，他们欢迎北京市乃至全国各地的武术爱好者、推手爱好者前去传经送宝，前去相互交流。我是胡天胡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再见。